我哋设计团队善用翻楼底高度嘅优势，同时间配合翻户主生活嘅习惯，我哋建议咗喺饭厅上面做翻个阁楼平台。今次同大家分享嘅进海设计案例，阁楼平台嘅设计小贴士。由于单位嘅楼底高度去到3米高，我哋设计团队善用翻楼底高度嘅优势，同时间配合翻户主生活嘅习惯，我哋建议咗喺饭厅上面做翻个阁楼平台。咁可以增加翻摆放杂物啦，又可以做到一个客房嘅功能。咁我哋同时间用咗黑玻璃同埋金属嘅线条设计，可以提升翻空间嘅层次感之外，又可以减轻翻嗰个压迫感。如果你对于我哋嘅室内设计案例有兴趣，欢迎进一步向我哋品味空间 Taste Interior Design 设计顾问查询。多谢。